我在学校会唱京剧，他们不会。大家好，我叫刘霄荣，然后我就是就读在新国小四年级。那我平时的兴趣是玩乐高，或者是听歌，然后比较喜欢的歌是京剧。偶像哦，宝春老师。之前因为常看他宝春老师演出嘛，然后我就感觉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。看来一个人被太多人爱也麻烦，只能凭着感觉走咯。老师说，这是，该怎么讲？老师说，其实，保护这个国土是我到全都一样，然后选择，所以我还是会选择保护国土。希望每个叔叔阿姨、大朋友小朋友能来看金昆戏说长生殿，要来捧场哦。